才进入七月的第一天，北韩一大清早就在短短十分钟内连续发射两枚短程弹道飞弹。东参谋本部는오늘새벽5시 5분쯤황해남도장현일대에서동북방향으로발사된단거리탄도미사일한발을포착했다고밝혔습니다이단거리탄도미사일은600여km를비행했다고설명했습니다不过北韩在十分钟后发射的第二枚飞弹只飞行了大约120公里，南韩军方研判这枚短程弹道飞弹的飞行距离过短，恐怕是任务失败。2차발사한북한의미사일은초기단계에서비정상적으로비행했을가능성이있습니다비정상비행중폭발하였다면残骸が내륙에떨어졌을가능성도있습니다事实上，这是平壤相隔五天第二度发射飞弹。北韩声称在26号成功试射多弹头飞弹，然而却遭到南韩军方公开监测影像反驳，指出明显试射失败。앞서북한은지난주진행된한미일첫다영역연합훈련인프리덤엣지를겨냥해아시아판북대서양조약기구체결하며반발했습니다이에맞대응한무력시위성격일가능성도제기됩니다针对北韩近期动作频频，一号又再度发射飞弹，南韩总统府紧急召开安全情势审查会议。국가안보실인성환제2차장은북한의탄도미사일발사후안보상황점검회의를주재하고군으로부터상황보고를받고대응방안을논의했습니다日本官方长官林方正也跳出来召开记者会，痛批北韩威胁日本还有国际的和平安全，破坏区域稳定。TVBS 新闻综合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